爆裂子弹是一款战略型拉扯射击游戏，为了拯救充满 bug 的游戏世界，少女们将化为子弹迎击来袭的 bug 大军。游戏中的子弹都是可爱的女生，玩家只要拉住她们往敌人方向发射出去，就会跳来跳去的消除 bug， 相当爽快。角色和敌人都有属性设定，攻击相同属性的敌人可以造成更多的伤害。发射出去的角色会留在盘面上，如果用另一个角色去撞击，就可以触发属性连击，一次消灭更多敌人。当下方角色区域出现 BS 符号的话，就代表能够使用必杀技咯。点击角色后，再用一般的方式将角色弹射出去就可以发动。而角色们乘坐的卡丁车有着技能效果和能力值加成，外观种类也相当丰富。掌握这些技巧，一起帮助少女们拯救游戏世界吧！